哥前几天在抓那个竹鼠，就是在山上抓鼠鼠吃嘛。他们日结也没找到，找到了也不要那么多人，然后没有抢到，所以他搞那个竹鼠吃。然后现在身上没有钱了，他们又，就今天我看到吧，他们又搞了那个什么流浪猫。很小的一个流浪猫，他说可以吃，要我杀来吃。我看着太可怜了，我就是下不去手，就是说太血腥了。就是一个很小的流浪猫嘛，估计刚出生，应该20天都没有嘛，看那个样子。